This is a topic that literally affects everyone. But what if there was a revolutionary solution? The answer? Stem cells. Stem cells are basically our fountain of youth. This is what maintains our body's reparative, regenerative abilities. As we age, every cell breaks down and needs to be replaced, and what replaces it is the stem cells. By using stem cells, a company has developed a special growth factor complex that heals our cells and slows down the appearance of the aging process. The process begins with the search for the best stem cells in the human body. The stem cells are found within the body's fat layer. By using a sterile and specialized syringe, doctors extract a mixture of fatty tissue and a group of healthy stem cells. Laboratory technicians then separate the stem and fat cells by using a centrifuge system. From here, the stem cells are placed in a petri dish and given food they need to grow. As the cells grow, they multiply quickly, filling in any gaps or holes.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how the body heals wounds. During this phase, the stem cells release a chemical signal, or what is called a growth factor. Growth factors are the cell's language. This is how thousands of cells communicate, enabling each other to do one vital function, repair and regenerate tissue in the body. Growth factors are the critical ingredient used in a revolutionary youth-enhancing system developed by a global leader in this technology. The company is Jeunesse. The state-of-the-art product is Lumines. Stem cell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to medicine and to the cosmetic industry because it's allowing us to deliver to the body exactly the same growth factors, the same signals that it needs to repair and regenerate the tissues. When Lumines is applied to your skin, it's like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stem cells go through in the petri dish. Growth factors in the Lumines products talk to your body's cells. The result? A healthier, much younger, better looking you. Welcome to the online debate session. Your participation status is...处于仅收听模式的参与者，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他今天到达一个更高的平台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起跑点啊。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人寻找什么？跟家人呢，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啊。家庭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其实所有人都在找什么？找个人的财富自由，个人的自由。那今天您不管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其实你找的东西呢，在这三样里面呢，也许你要一两样，或者你全部都要。可是过去来说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找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的方式，其实各位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方式。那努力的工作吗？我想在座的各位，您比任何人都努力的工作。您不勤劳吗？您非常的勤劳。啊，可是今天呢，很不幸的哈，我们很多人其实一辈子做下来，我们发现呢，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呢，做到老。那今天呢，有些人呢，用另外一个方式，更高的学历吗？更高的学历能保障更好的生活吗？其实不是哈，在我那个时代呢，我们叫科技新贵，可是现在呢，也叫科技新贵啊，是哪一个贵？下贵的贵。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高学历的人呢，每天呢，真的在为五斗米折腰。那现实的社会教我们呢，传统的方式就是好好读书。我当时就是好好读书，那找一份好工作，是的，我找一份好工作。那
接下来你发现，可是事实的真相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你可以有几个方式来看啊。今天假设各位，这个图呢是你高血压的指数的话，好不好？当然好了。这个图呢，如果是你血糖的指数，好不好？当然好。对女生来说，这个图呢，如果是你体重的曲线的话，好不好？当然好。可是各位很不幸哈，这个图呢，是身在全世界所有上班族呢，他们薪水薪资的曲线啊，这是一个在美国从2007年到2012年所做的一个统计数字。基本上来说呢，全世界呢走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方向，啊，那在传统来说呢，有些人呢，那也许跟我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实里面呢，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想在座的呢，很多的好朋友们，你们也一样，你们有不服输的精神，所以说你们要去突破。那传统来说，我们怎么突破？那摸索创业，是的，摸索创业呢是一个呢要非常有勇气的生意。为什么？我要当自己的老板。可是当老板没有风险吗？当老板这么轻松吗？当老板就一定能成功吗？不是这样子哈。我走了那么颠过来呢，那我算是其中呢一个还比较幸运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的好朋友们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们都倒下了，真的很令人难过。那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今年呢他有比较大的资金，或者说他在摸索当老板之后，他累积到了资金，那他会采取一个比较稳健的方式。怎么样稳健的方式呢？加盟。因为加盟来说呢，你可以省去呢在摸索过程中呢所担当的非常非常的多风险。所以加盟来说呢，今天你有品牌，你有 SOP， 可是呢你投入的资金呢非常非常的高，你的成功几率相对比较高，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搞懂，加盟是真正的老板吗？不是。像今天你加盟麦当劳，你的老板是麦当劳；你加盟统一企业，像在亚洲非常流行的 7-Eleven， 你的老板是 7-Eleven。 其实这只是一个变相的打工嘛。可是今天不管是摸索创业、加盟创业，在传统的里面，不管是上班族，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芸芸众生当中，他可以拔尖而起，他可以挺身而出，他可以站上世界的高峰？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成功真的很难吗？其实真的不难哈。可是问题是多少人做得到？各位，成功第一个呢，这些人能怎么样？他们永远都是抓住了一个符合当代趋势的时机的平台。朋友们想想看呢，在过去所有很多成功的企业里面，你发现有些人就是突然这么起来，为什么？因为一个时机的来临，一个趋势的到来，看得懂的人，他利用这个平台，他呢，就在呢顺势乘风破浪，那达到人生的高峰。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你看他楼起了，你也看他楼塌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创业，你有创业家的精神。可是今天你要让你的企业长治久安的话，你就必须呢，啊，要有一个企业家的精神。那企业家精神，你就必须呢要抓住怎么样系统？因为呢，人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是呢，全世界来说，只有系统可以复制。你只有运用系统的成功，你才会有一个长治久安，你才会有一个成功的企业。这两个呢，时机的平台和成功的系统，其实就是从古到今所有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公司，他们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再运用的东西。所以各位，赚钱一定要赚趋势财。可是今天在这个趋势之下，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最好是一个比已经被验证成功的系统，你可以去怎么样去把握你的趋势，可以让你这个实际的平台做得长长久久。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就是现在全世界呢最棒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它符合了从古到今很多企业没有办法达到的东西。这家公司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美商解释公司。我们来看一下美商解释公司哈，它是在2009年的9月9号成立的啊，到现在来说呢，不过短短的5年多，还不到5年。为什么啊？这个2009年它的意义这么大，因为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啊。时间的长短是一个比较性的。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它做的产业是一个全球抗衰老的产业。
所以说，以抗衰老产业的特性来说，像上一波的财富叫做科技波，可是各位，科技波只有持续了十几年，现在我们所谓的科技新贵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马云都说，啊，那甚至连这个啊《财富帝国》的作者呢，他也说过，未来的财富是掌握在保健新贵手里。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能告诉我说，人什么时候停止追求年轻、健康、漂亮的话，那各位这个产业就会衰退。可是我想这一天呢，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也不知道。所以相对来说，五年的时间对这样一个产业来说，各位，我们的时间还非常非常的早。想想看哈，当苹果电脑在创立第五年的时候，我们都买了苹果的股票。各位想想看，我们现在我们会在什么地方？那第二个来说呢，它有一个全球电子商务的平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全世界呢，通路为王，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通路就是网。那杰斯是完全建立在以网络为基础的一个现代的电子商务平台。所以说今天趋势和它的平台造就了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杰斯公司已经到达全世界超过130个国家。所以这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说，他所选取的趋势，他所用的平台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趋势，最好的平台。那今天是谁有这个高瞻远瞩能看到这个平台？就是在画面上各位所看到的这两位啊，非常慈祥的夫妻。那这位女士呢是温蒂，那这位男士呢是 Randy 啊。他们这两位呢啊，他们其实在全球的网络通路呢，物流金流管理里面呢，其实两个加起来真的已经超过40年的经验，因为每一个人在上面呢都有20几年的经验。以 Randy 来说啊，当初呢美国太空梭的发射没有他还真的不行。为什么？他帮美国的太空总署呢写了一个火箭的发射程序系统，他用512的电脑帮美国的 NASA 做了一个网络。所以这位 Randy 他在20几年前全世界网络还不很发达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把网络呢怎么样做到 NASA 里面去。所以他是专门负责硬体。那温蒂本身来说，他是一个，你看他哈，好像非常非常的这个可爱哈，因为我在会场上真的看到他，他的皮肤真的是非常好。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他竟然是一个数学和统计的专才哈，他总是笑眯眯的。可是各位知道吗，在美国很多大型的网络营销公司的后台哈的管理制度呢，就是温蒂帮他设计的。所以杰斯公司呢，就是因为这两位创办人的关系，他在全世界这个网络营销业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异类的公司。因为呢，只有这家公司他的创办人掌握了硬体和软体，所以他们在不到五年之内，全球呢已经设立超过25个分公司，那超过25个呢啊电脑的物流管理中心。所以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全世界最新的商业平台，这个商业平台就是交互式的网购。什么是交互式的网购？非常简单来说，因为现在的网络发达是以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以消费为体验的经济时代，你谁能掌握这个趋势，其实你就谁就可以掌握财富。那这个交互式的网购呢，它完全掌握了这个消费体验的这个精神。为什么？今天任何人你透过消费，你在杰斯的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经营者。当你在这个平台上变成一个经营者的话，非常恭喜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踏进了全球网络财富重新分配的行列里面。所以说这个交互式网购的发展呢，它是一个消费为导向的一个网购模式。它让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借由选择这个平台，达到你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财富自由、经济自由、健康自由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杰斯公司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啊实际的平台。它的实际是什么？第一个，它就是有一个抗衰老的生物科技；第二个，它会让你达到呢个人与财富的自由啊。待会儿我会跟各位一一的分享说，今天它为什么透过这个产品、透过这个平台，它今天可以让你呢达到健康的自由，接下来可以让你达到财富的自由。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产品。产品绝对是一家公司呢的灵魂。为什么？它就像一个基础一样，产品不好，接下来什么都不要谈。那杰斯公司的产品是什么？非常的简单，就是人类
生命最起源的地方是什么？细胞。所以说今天呢，你要让身体变好，你要让身体人更年轻、更漂亮、更健康的话，非常的简单，从细胞开始去怎么样去修复它，去激活它的功能，去让它产生一个更好的细胞。所以这就是杰斯呢领先全世界的细胞优化系统。那在这个画面上呢，大家所看到的这两位呢全世界知名的医生呢，这就是杰斯呢细胞优化系统的开拓者。一个是温森·齐昂帕帕，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呢，在过去二十几年，他做的就是基因的修复与干细胞的修复。在美国来说呢，那医生们呢都非常尊敬的称呼他是什么？抗衰老之父。为什么？因为他是美国抗衰老医学院的创办人，第一任的会长。大家知道医生呢是非常较真的，你要担任第一任的会长来说呢，要这么多医生呢投票通过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在那个产业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有二十几项的抗衰老专利，所以说呢他过去呢做的就是基因修复还有干细胞的修复。那更棒的是呢，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呢，美国正式提名他呢叫做2014年的诺贝尔的医学奖，为了表扬他过去呢对抗衰老的贡献。所以各位伙伴，今天这么一位呢在全世界这么有高度的医生呢，他今天在杰斯做什么？他帮我们做所有内部细胞修复把关的就是他，他所带领的一个医疗团队。他做的是什么？由内而外，它让你呢从细胞的年轻开始，产生器官的年轻，最后让你身体呢达到年轻。那右边这位呢，他叫做 Dr. Nathan Newman， 牛曼博士呢，最近呢我在台湾呢看到他，不是第一次啦，最近就是又看到他呢，哇，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型，因为他顶着一个大光头，可是真的呢，非常非常有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可是我更真正惊讶的是，他呢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呢皮肤呢竟然可以是那个状况，真的是不愧呢，就是做什么做保养的。那他今天呢做的呢就是杰斯呢另外一个区块，就是什么？由外而内。大家要知道，人一生呢特别是女性一辈子里面呢花最多钱的地方在哪里，而且是每天都要去照顾的地方，就是脸部。那所以说这块来说呢，当然在抗衰老这个领域里面呢，你绝对不能忽视它。那今天呢纽曼博士呢，他呢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区块，他是做什么？由外而内。可是他今天做的保养品和传统的保养品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档次。因为今天传统来说，我们所使用的保养品它的原理就是什么？补充。他今天呢你敷在脸上，看你自己的皮肤你能吸收多少你就能利用多少。可是今天呢纽曼博士的保养品呢，它是用248种呢生长因子呢为基础的保养品，它做的呢就完全不一样，它做的是什么？再生和修复。所以说呢今天杰斯的整个细胞优化系统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它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达到延缓衰老，进而促进整个身体的能量平衡。所以今天你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三个杰斯所有细胞优化的产品。你从左边开始，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 Zen Body， 这是杰斯呢一款很新的产品。它最主要是什么？做减脂塑形，然后呢增加你的循环代谢，然后深层排毒。那接下来可以看到旁边呢这个叫做 Reserve 这块，这块是什么？这是杰斯呢最棒的产品配全精华，待会我跟各位解释。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平平这些呢，银色的部分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杰斯的以生长因子为基础的呢再生修复的保养品。那最后大家有看到 Finity 这是端粒的部分，因为这个里面含了一种全世界唯一在临床实验里面从天然物质里面所发现的物质，可以让人类的细胞有效的延长，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Finity， 大家知道，当你的细胞的端粒可以延长的时候，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代表说你的细胞可以多分裂几次。当你的细胞可以多分裂几次，代表你的细胞寿命可以增长。你的细胞寿命可以增长的时候，代表你的器官的活力寿命可以增长，所以整个人的寿命就可以增长。这就是 Finity。 那接下来在最右边你看到是 AM 和 PM， 它是专门做什么？它会延缓你老化的基因，
它是专门做基因修复的东西。所以各位，这整个来说就是杰斯现在产品的核心，细胞优化系统。为什么说它是领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杰斯过去五年多来，这么好的产品，大家知道商人最会做的是什么？模仿。可是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现在跟杰斯推出相同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核心的技术。所以各位，这个就是领先啊！所以它是由外而内呢，由内而外。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那以保养品方面来说呢，它就是以生长因子，那它可以促进再生和修复，可以用让皮肤在最自然的状况下，啊，这个和医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今天去调理肌肤，淡化皱纹，啊，然后消除你的细纹，预防肌肤的老化。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图哈，这个女生呢是一个60几岁的西方的女性，那你可以就从上面这个图来看到，就是说今天她呢眼角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呢最容易老化、最快显现老化的地方就是你眼睛周围的皮肤，所以你看到它有很多的皱纹。可是，在用19天之后啊，你发现它的整个的皱纹呢消失了，而且它整个附近的皮肤呢，啊，产生了光亮啊。所以这个内行人看门道哈，啊。那我也请教过很多的美容师哈，啊，他们看到这个照片呢，他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哈。啊而且只有短短的19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我们叫做半边脸实验哈。那这位女士呢，本着一个呢哈工程师呢实事求是的精神呢，她当初为了试验精华液这个产品，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是杰斯最早的产品。那她呢叫做温妮哈，她本身也是杰斯非常非常早的经销商，所以她为了取信于人呢，她呢就非常勇敢的以自己的脸呢啊半边呢做实验。那他今天啊，就是面对荧幕的左边这边呢，是他使用的部分，右边呢是完全没有使用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经过10周之后呢，啊，第一个你可以发现他的改善，就是说他的法令纹呢变小了；第二个是他嘴角下面延伸下去的皱纹呢也变少。其实整个来说，你发现他左边的脸颊呢，比右边的脸颊呢提升的非常多。所以有一个医生哈，他是一个非常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他也帮很多的呢美国大型的化妆品公司做什么配方师哈。那他看了这位女士，因为他跟这位女士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先进的仪器哈，叫做皮肤电子显微镜哈，叫做 dermoscope。他就给他呢皮肤呢两边呢照了2张呢非常仔细的相片，所以在照片的左边你发现呢啊，它有一个叫做 no collagen 的部分，那个就是。这个皮肤呢，在正常的老化状况下，它所呈现出来的啊，有红红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微血管。你发现里面有白色的部分，有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头黑头。所以你发现呢，它下面有一些亮亮的部分，可是呢，非常的薄。为什么？那就是胶原蛋白。因为人类哈，从25岁开始以后呢，胶原蛋白呢会大量的流失。那与女性来说，平均你在40岁之后呢？你每一年呢，你会流失胶原蛋白的1%。可是当他看到这个左边呢，哈，我们标示 collagen 的这个照片之后，这个医生呢，好，非常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他仔细去检验过呢，哈，这个里面呢，白色亮亮的部分呢，那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什么胶原蛋白，而且这个胶原蛋白经过检测呢，啊，它和新生婴儿的胶原蛋白呢基本上是同一个成分，所以这个医生非常非常的震惊啊。那他当时讲出了一句话，他说。太神奇了，他说你们这瓶精华液的产品啊，真的胜过他的所配方的产品10倍。所以当时在那个时段呢，那有非常多的这个整形医生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半边脸实验呢加入了杰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看到刚才我所跟各位报告的哈，杰斯的保养品和传统的什么不一样，我们是做什么再生和修复。当你能细胞能再生修复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神奇的事情呢都会发生在您的脸上。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基因修复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来谈一下啊，其实是一个最棒哈，就是拳头产品，就是什么画面上所看到的 reserve 有一个中文哈，它叫做配拳精华哈。那 reserve 这个字呢，其实和呢一种非常棒的植物多酚叫做 resveratrol 哈，那它有非常类似的这个英文字哈。为什么？因为 reserve 里面最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让现在所有医学界呢非常震惊的哈，也被认为说人类将来抗衰老的希望哈，在植物里面呢产生，特别是葡萄中产生的什么白藜芦醇哈。那白藜芦醇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被哈佛大学教授叫做 David Sinclair， 他在一个非常大型的抗衰老实验中，在红酒中呢，他发现了这个成分。那这个发现呢，其实解决了人类呢从1980年来一直怀疑的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哈喝红酒呢会对人呢的心血管疾病，甚至呢很多地方有这么好的好处。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答案得到解决，就是白藜芦醇。可是所以说，在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商人是绝对不会放过，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呢，从2002年开始呢，他们就以白藜芦醇呢为主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保品。对不起，是保健品哈。那可是今天呢，这个配权呢，为什么在它推出来之后呢，在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哈？那我所知道的消息是，大概全世界来说呢，不到20秒呢，那就有一盒的配权在被消费者所采购。那重要的是呢，它有两个呢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什么？配方的专利。它今天呢是以白藜芦醇加上另外呢7种呢植物的多酚类哈，它所组成的一个复方的成分啊。那这7种的植物呢那里面包括有蓝莓啦、红石榴啦、葡萄啦、芦荟啦、甜樱桃啊这类的东西呢，它是在2000多种的水果当中呢，经过仔细的筛选呢，那他发现呢，它可以跟白藜芦醇产生一个呢，只有在生物里面才能产生的作用，叫做协同作用，它会产生1+1=2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么一小包的白藜芦醇的这个 reserve 里面，经过检测之后，你竟然发现它超过186毫克的白藜芦醇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复方的概念。那它会加强白藜芦醇在体内呢停留的时间，然后还有什么？加强它的效果。那第二个呢专利就是什么？就是它的悬浮凝胶技术。为什么要用悬浮凝胶技术啊？这里面呢取得不光是它超过95%的吸收力，另外一个方式是今天呢我们所用的这些呢7种必要的植物多酚类呢，它都有一个特性啊。第一个呢，它很难在被加工的食品当中呢它能完整的存在。第二个呢，它很难通过胃酸的破坏。所以说呢，今天呢，你怎么样呢可以让这么好的这些营养素呢可以直接呢让你的细胞吸收，那其实就是透过血液。可见你怎么样让它到血液里面呢，最快的方式就是透过呢舌下吸收，就是呢不光是舌下，还有两颊，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口腔黏膜吸收。那它走的管道呢，它今天会大部分会通过你颈部的静脉呢到达你的心脏啊。大家知道血液循环的方式就是什么，从静脉回流，从动脉怎么样打出去。那全身养分输送的方式媒介是什么？一定是血液。所以你发现这7种的植物的多酚呢，就在这种完全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呢，那你的身体呢就得到它所必须要的营养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配权精华呢Reserve 它今天呢可以呢在全身呢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啊。所以这两个呢是杰斯呢就是今天时间呢我大概就跟各位报告这两个产品。所以各位您可以发现那杰斯呢它的商机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除了满足二战之后呢全球的婴儿潮，那其实这个全球的婴儿潮也是造成全世界现在呢抗衰老科技为什么是全世界一个这么大的趋势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婴儿潮是在1946年到1960年出生的，全世界呢现在呢主要的财富的掌握者就在这批人的手上。这批人呢他们呢累积了这么久的财富之后呢，他绝对不会让他的青春呢这样的消失。所以说他呢为了要保住他的青春，为了要寻求的健康，所以他引起的呢全世界呢抗衰老科技呢最近蓬勃的发展那第二个就是杰斯呢抓住了全球的电子商务的巨大的市场。那第三个就是杰斯呢它有一个东西来足呢这些婴儿潮的需求，就是抗衰老的生物科技。所以你这样来看来说，它真的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商机。所以你发现公司掌握了实际的平台，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时机、这个平台和美商杰斯公司来配合，在全世界去追寻
我们要的梦想，去追寻我们长久来要追寻的财富、健康的自由。那这个时候，各位，我们就需要一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必须被验证过已经成功的系统。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 USGS 全球创富系统。啊，这个系统呢是由我们的最棒的领袖呢 King Queen 呢，他用他二十几年的时间，加上他在美商街市里面四年多的经验，他把这个系统完整的描述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很难被复制，可是系统可以被复制。今天你要把这个生意呢做到全世界，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光是你可以复制，您的伙伴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复制，所以它会提供了所有人一个积极正面的环境。它今天呢会给你一个快速的讯息，它今天会给你成功所必须要的工具，最后呢它会让你与时俱进，完全跟得上时代的潮流，给你一个完整的知识。所以各位，这个系统就是打造拓展我们世界一个最最好的基石，因为它今天可以让我像我这样的人，从完全不懂这个行业，那今天可以在美商街市，从2013年到现在，在美商街市还达到一点小小的成就。因为更重要的是，他在过去五年之内，让很多完全不懂这个生意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系统，从零开始变成美金百富。所以伙伴们，数字会说话，这一个成功的系统可以帮助别人，就一定可以帮助。为什么？一样的产品，一样的平台，他们能做到，我们就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个系统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你提供你成功复制的 know how。 它今天有完整的人员训练、企业组织发展的全球辅导系统。为什么？其实是一个全球的生意，你必须对你全球的伙伴去帮助他们。可是你没有三头六臂，你又没有分身，怎么办？你就必须借助系统的力量。这叫做什么？借力。 IM 老师常常告诉我们要借力。那接下来它是有必要的资源和工具，可以帮助你还有你的伙伴来今天呢怎么样去经营他们的事业。那今天它有一个全球相互资源的网络企业系统，最重要什么？它有一个个人潜能激发、人员激励的养成习惯啊。因为所以这个系统来说，它不光是可以激发你，它也可以激发你的伙伴们。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领袖。那里面这位呢，哈，非常美丽的女士呢，就是我最敬仰的King Hui女士，啊，那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记忆大师艾默老师。那这里面还有其他你看到呢，就是我们在全世界的领袖，啊，这些领袖呢，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呢，啊，一定有办法呢，可以帮助到各位。所以今天呢，有时机、有平台、有系统，那今天我们大概看一下说这个事业呢，你怎么样呢你可以去经营这个事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各位，只有两步。第一步是什么？开设你自己全球连锁网店的加盟店。第二个，你根据你的意愿，根据你的财力来决定你网店规模的大小。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其实杰斯在全世界做什么？他做的是细胞优养。第二个，他做什么？全球开连锁网店。那步骤非常的简单啊，你可以根据你的能力来做。所以今天当你有一个全球连锁网络加盟店的时候，你发现杰斯给你一套完整的系统，每一个人都有他完整的系统。为什么？每一个人网站他都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网站，这个网站可以随时转换成全世界三十几种不同的语言。第二个，这个网站里面他给你了一个传统公司所需要任何的资源、任何的报表，今天你今天管理上所需要任何的系统，在你的后台里面你可以即时上线，你去看到你的系统，你可以去管理你在全球的网络连锁店，透过什么？你的网络后台。那第三个是它的理财方式是全世界最棒的、最新的，概念叫电子钱包。你有自己全球的自己的金流系统，今天你在这个里面你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去看到你到底从哪里赚到钱，到底是谁产生的业绩，所以在这个报表面清清楚楚，完全没有模糊的部分。最后它有一个全球130个国家的物流系统， OK。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当你加入之后，你的网店每一个人网店都有这样的功能。那接下来你发现你要做什么，再来是你要决定你网店的规模。今天
你可以决定一个个人规模的网店，你也可以决定一个商业规模的网店。主权在哪里？在您自己。今天你要开大网店，开小网店，您看着办。那每个国家它的网店的规模不一样，它的套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您要请教今天带您来的朋友，他就可能是你这辈子的贵人。如果你看懂这个商机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面，它有什么样的网店规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这边来创造杰出的财富？第一个，它提供你五种收入，第一个叫做网店零售收入。什么叫网店零售收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网店，那今天任何人，你的好朋友，甚至你在宴会上认识的，他拿到了你名片，他知道你的网店，他上你的网店去做 shopping 的时候，那各位很简单，既然是 shopping 来说，那他就产生的收入，所以这个整个的收入才能是公司帮你接单，公司帮你收钱，公司结识公司帮你把货寄了，公司再把你的从批发价和零售价的价差大概35%，它立刻转到我们刚才讲的电子钱包里面，所以这是不是你去消费产生的，是你的网店零售自动产生的收入，而且在这个里面你发现你完全没有买货卖货的行为，反正一切都是电脑帮你处理。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得到这些收入。可是好消息是，这个世界是最最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全世界做推广，不是做推销。谈到推广，那就一定会有推广收入。为什么有推广收入？因为传统的事业靠广告、网络营销，靠什么？活动，靠推广。所以今天公司把原先要付给这些广告商、模特的钱，今天转来怎么样？付给在座的各位，因为你们就是公司的模特儿。今天你们去帮公司帮你自己做推广的时候，你发现你非但开网店不需要钱，公司还会给你从25块到500块美金的推广收入啊，这也是一次性的。那接下来其实杰斯最棒的是下面三个：全球市场收入、管理领导收入，还有什么钻石全球分红。全球市场收入来说，就是说，今天当你在全世界，你尽可能的去开网店，不光是你自己去开网店，因为杰斯的网店加盟网店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特征，就是每一个加盟网店，它都可以向下、向外任何地方自由招商。所以你发现说，今天你刚开始你觉得你找到了这个客人吗？客户吗？其实不是，您找到的可能是客户，也可能是你将来在全球市场上打拼的事业伙伴。所以你发现，你这个全球的市场收入，就是你在全世界开网店的时候，那它就在全世界无限制的延伸。今天不管他去哪里，不管他去哪一州、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这些由你串联出去的网店，它所产生的业绩，你通通会有。而且你发现，它是做越久，业绩越大。那公司怎么样去跟你对分这个利润？因为它有一个数学公式，所以它今天会用这个方式呢，非常透明的，让你知道说，今天你在全世界，你的网店产生的业绩，那今天如何换算成美金？这个收入非常非常的可观。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在一个礼拜之内，最多可以你的收入达到26,250块。各位，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收入哈，因为就是当初我们在国外来说，一个礼拜赚26,000块啊，不要说26,000，看你一个礼拜赚10,000块美金呢，其实呢，你的生活呢，就是已经在全世界呢，不是 top one、top 0.5之内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收入啊。所以说一个礼拜最多是26,000，那一个月最多到10,005哈，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市场收入，就今天，当你在全世界，你的网店越多的话，你的全球的市场收入就越多。那再来一个什么？管理领导收入。今天，当你在全世界的网店无限制的扩散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机制去管理这些网店啊，因为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去管理啊。所以说，在这个管理收入里面的话，你可以有几万个网店。那今天你的方式就是说，今天你去管理你的直接加入你的网店，你直接加入网店会去管理他们加入的网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会有不同的
管理领导收入。说举个例子来说，好，跟各位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讲说今天，假设你在杰斯这个事业里面，你开始去运作的时候，那你会有一个直接网店，两个、三个、四个。当你累积到八个的时候，非常恭喜你，你就会有一个什么？开始有一个管理收入。这管理收入怎么计算？当你这个八个网店它所产生的业绩，那举例来说，它每产生个1000块的收入，各位您就有20%，200块的收入。OK，所以各位想想看，就像你有很多网店，这个网店呢，它今天产生的任何收入，你都拿20%。举例来说，你这些直接加盟的网店，它上个月产生的收入总共是10万块，各位恭喜你，那你的管理领导收入在这个层级里面，你就有20%，就是2万块，那它依此类推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肯定要在详细部分再请教呢，今天带你来的朋友啊。不过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这个管理收入里面，它有一个特质，就是传统来说，我们呢都不太敢去找比我们更棒的人来帮我们工作啊，那当然原因就是比你更棒人他也不愿意帮你工作。可是，在杰斯这个里面呢，你发现你会找到越棒的人到你的团队里来，你的收入就越多。那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全球钻石分红。这个全球钻石分红呢，它又打破了传统的概念了，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公司的分红呢是靠净利来计算啊，可是杰斯呢完全颠覆这个杰斯。的分红就是当你在杰斯你达到钻石的等级的时候，公司是以公司业绩的收入的3%，而且是全球业绩收入3%。怎么计算呢？就是今年他来说每三个月每一季业绩的3%，他把它移出来放到一个户头里面。那全世界今天所有到达钻石级的伙伴们，他们可以根据业绩的大小来去分这个。举例来说，今年像今年杰斯呢，一定呢会创造奇迹啊！在杰斯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呢，大概就已经超过10亿美金。那你想想看，10亿美金的3%哈，3000万美金。那今天不到呢，90个人他去分这个3000万美金。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哈，这个呢是多大一笔收入？所以说今天你来看杰斯的这个收入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非常人性化的收入。今天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根据你今天呢愿意投入的心力，那你来决定呢，你在结识呢，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收入？所以他的收入呢，哈，那我的结论是非常简单、透明，而且完全没有陷阱啊。那另外来说呢，结识呢每年呢都有2次的旅游啊，这个旅游当然是你达到业绩，公司呢会招待你旅游。其实这个里面最棒的是啊，你可以跟全世界呢最棒的。最会做生意人啊，那一起游玩啊，一起吃饭啊，一起去呢周游全世界。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呢看到说，一个成功的人士呢，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对待他的生活。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学习到他怎么样呢去经营杰斯。我觉得这个才是里面的哈最最棒的部分。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哈，总结一下成功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你必须要掌握一个趋势。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平台，怎么样？去呢，把这个趋势上的产品送到全世界。那第三个是，你要有一个方式去利用这个趋势，这个平台。然后今天呢，你可以去呢，创造你自己的财富、时间、健康的自由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呢，其实就到尾声了哈。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就分享说，其实每一个成功呢，都是由一个决定开始啊。所以今天这个分享会真正它的目的是说，今天呢，想要帮助一些呢，今天如果说您还在寻求一个机会，您还在考虑，您还在犹豫的时候，您不妨来看一下美商解释，你去仔细去评估它的公司产品制度、它的营销模式，那您来决定这个事业到底适不适合您。好，我知道在线上的很多朋友过去来说，您都非常的努力，那有的人呢，人生已经达到一个成就。有的人呢还在追求，有的人现在可能在转换平台。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这都不重要。为什么？过去的事，不管你成功，不管你正在努力，或者你曾经失败过，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都已经过去了。
重点是，也许你没有找到一个对的平台。那今天这个平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符合了趋势，那它又有平台，它今天又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怎么样都值得各位您再来考虑一下，人生是不是可以由这个时候再来一次？因为有梦的时间，有梦的机会，不是每次都会来。所以说，看得懂的朋友，希望呢您可以立住，立刻呢抓住机会，立刻行动。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的呢，又可以在呢这个平台上呢，和全世界的这些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怎么样一个商机，一个平台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在呢人生的任何时刻呢，你都可以呢再来一次翻身。那非常谢谢，那希望下次呢有机会呢，可以和大家呢在这个平台上呢再次见面。谢谢，那就祝福大家呢周末愉快。那我们有时间呢下次再见，谢谢。